我群姐就很貪錢，但是我貪得來都很有原則的，我不是那麼輕易喜歡一個人的。你好，我是許思敏，我想現在很多人都會叫我做群姐啊，或者 Isabella 啊，在愛回家裡面我的角色呢真的很受你們歡迎，我很開心。我一收到劇本呢，我看到個角色是這樣，有都很多對白的，不緊要呢，總之就盡量做到最好，帶歡樂給你們，你們開心我自己又開心，是一件好事。愛回家之開心速遞收視屢創新高，除了劇中一班主要演員人氣急升之外，劇中一班特約演員都備受追捧，當中以飾演清潔女工的群姐 Isabella 的許思敏人氣最勁啊！群姐就坦言，初初飾演這個角色的時候，看不到自己的名字在片尾字幕上面，都會感到有點失望和意興難生的。初初我拍了之後呢，我看到即我都拍了很多電視劇，我看到 Lola 都沒有自己的名字，我都有點有少少忐忑嘅，咁而家見到啊，原來 Lola 都有自己個名字出喎，咁啊，好開心嚇，真係有個高潮，個心態嘅起伏。咁啊，初初係唔係咁多戲？咁我諗啊，你揾我做個清潔工人，咁我都成日做噶啦，冇所謂咯。咁啊去拍啊做啦。咁初初係冇咁多戲噶，好容易駕馭。咁啊，越做越多戲。我自己都不想到是受不受歡迎的，我想着或者即覺得我做到了、好了，我給多些戲你做吧，做一下越做越那些人歡迎我，那些觀眾那些網民，原來我都是聽他們人說網民很歡迎你、你做得很好、我想想我都是盡我所能的、我希望能夠做得更好一點更好。雖然群姐自言自己只是飾演一個小小的角色，但是對她來說，每一句對白每一個演出的機會都非常重視和認真、所以群姐這一個角色令到她多了人認識之外，也都增加了她的壓力、有的，我有時壓力會大了一點，我覺得有時候你出街啊，那些行為啊，輕輕點點一點咯，不要太過難看咯。還有還有，我經常檢討住自己，就算我跟人講笑都是這樣說，不要得罪人啊，周家人都認識得我，得罪人不得了，不要得罪人，不要這麼惡死啊。那你知道，真的群姐都是一個街坊，一個小市民啦、啊。那你話有時候貪不貪小便宜？真的貪的，譬如去街市買餸，我會去的，我都煮飯的嘛。哇！啲菜咁貴啊！喂，稱鮮啲喎，成咁都會講噶嘛。咁但係啲語氣咧就嚟得溫和啲，就即係隨和啲啦，唔好咁惡死啊！咪俾人鬧兩句嗰時候，哎呀，好難落台啊，好難頂。咁我都會檢點下自己嘅，即係出街。仲有啊，咁你知啦，個年紀大咁咪啲頭髮啲嘢咧，咁我都會整得輕輕靚少少，整齊啲，咁我先出街，係會嘅，呢個會。